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十节，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，就不能完全。所以变咗呢个就系点解圣殿里面咧喺外院会献祭啦，要好多呢啲嘅祭物啦，全部一定要喺呢个祭坛上面噶，佢唔能够系私人自己去做嘅。呢个就系点解守节嘅原因。神就用呢度俾我哋知道咧，原来神喺我哋嘅生命当中咧，系啊，佢要我哋牺牲啊，或者甚至有啲人认为系浪费啊，系咪？但系问题就系话，神话我哋要向嗰个方向，而导致到咧，我能够成为神喺地上所树立嘅呢啲嘅灯台嘅一部分，成为呢间教会嘅一部分。所以变咗呢个就藉着我哋嘅生活去交换嘅。放弃我们自己为自己厘定的生活，或者我们自己原生家庭为我们厘定的生活，我们这个生活我们愿意在里面拍入这间教会当中，将我们的生命变成祭物了。 OK， 这个呢就记住在地上这个教会当中，我们预备去变成辛苦，我们就算做不到辛苦，起码在那个过程当中参与能够成为同类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所讲的生活，所讲的祭物。而这个祭物一定要是藉着什么？神所降的火去点燃去燃烧的。好了，但是问题现在你知道香料是什么？香料就是你开始筹集到同类啊，或者甚至是辛苦啊，这种是生命质素。你拍落在地上这个教会啫，但是问题这个就是因为这样你才开始了第一步，然后有机会进到第二步，就是藉着这个参与当中才消磨了你自己的私欲啊、情欲啊、自私啊，或者你甚至的无知啊，各样这些东西的。当你消磨了之后，这些的顺服，这些的忍耐，这些的喜乐，这些的参与，就会慢慢变成你的性格，而你就点燃一些香了。但是问题这个香呢都是一样，这些火在哪里点的？都是来自神的火的。就换句话说，你的性格发展呢，不单止生活了，已经是你的生命发展呢，都向着哪个方向？是神所指定的方向，在神所指定的时间，在神所指定的参与呢，这些香在神的面前去点燃，使到你成为永恒天上的殿的一部分。见不见？有地上这间教会，有天上的殿，这个就是什么？就是为什么神去要求你回教会的原因，要求人为什么一定要去耶路撒冷圣殿守节的原因。这个也是为什么呢？你会看到譬如好像你会看回拜火教这些呢，真的有拜火教的。香港我们讲最早连天星小轮那个区域啊，都是拜火教的一些会员，自己私人的机构来的嘛。但是问题你看奥林匹克你就知道为什么要那把火呢？是不是那把火会点燃整个奥林匹克的比赛呢？其实呢就是这一点，就是这把火，就是这个从神而来的火，是不可以点燃凡火的。当然如果你想要顶姊妹这点甚至你不懂你都可以得，但我想讲给外面很多人听，如果你呢是回外面教会，或者甚至是所谓柴娃娃基督徒的话，你自己不找到这把火在哪里，你自己想着、自把自为 一样，因为这个时代太多这些的讲法，太多这些垃圾神学，太多这些对圣经根本是完全一无所知，不是一知半解，你已经是直成一无所知的。这些人呢他们其实就自把自为的，喜欢讲什么都可以的、于是乎就陷害了很多人咯。我讲直成是陷害的，因为听信他们说的人是永远都不可能上到天堂，是永远都不可能的，明白吗？因为我说就原来救恩根本就是一个定分，这个就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为什么要有神的儿子，为什么有羔羊的婚宴呢？羔羊是哪一个羔羊呢？是主耶稣基督的。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是开始了新约，是开始了天国，但也开始了去呼召他的辛苦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所以变成如果你直成是一无所知，变成你完全没办法去参与的话，根本就没有接受过救恩，而你完全都不知道救恩是什么。救恩就如我所说，是一个不配的人是定了分，但问题是你由不配人定了分之后，你要成为一个配得的辛苦嘛，是不是？没错，现在你是一个配得定了分的人，但问题不是代表了你配得定分之后你就是配得成为辛苦。就好像等于以色列来说，他们甚至有个皇帝可能他想娶一个平民的话，定婚已经是一个恩典来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但定了婚之后他还要走去犯奸淫的话，还说这个是恩典的延伸，有没有搞错？所以就如我所说，
佢定咗婚之后，咁跟住佢嘅方向系乜嘢咧？方向照住边个嘅方向咧？边个点燃佢嘅方向咧？系呢个羔羊啦，你知唔知道啊？所以我想俾你知道嘅就系、是。原来我哋点解需要一间地方教会咧？点解我哋需要教会同埋神？点解设立教会咧？点解当时呢啲门徒，即系佢唔翻教会唔得咯？系咪？你明唔明啊？佢翻教会唔系讲紧方便定唔方便，佢哋翻教会死噶喺当时代。咁点解呢要再翻咧？系咪蠢？系咪应该唔识得转个脑袋咧？佢妥协下咪得咯？系咪自己唔得？因为教会就系唔可以停止聚会原因咧。就是神不断去点燃这间教会，所以为什么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每一个都点着了呢？有舌头如同火焰降临在每一个头上嘛，是不是？哦，个个就说，哦，因为这个是讲方言，这个不是讲方言那么简单，他们成为灯台嘛。你知不知道教会终于是燃点着了，已经是燃点着了。但问题我想你知道呢，这个灯台呢，这个的延伸呢，会将会去到世界末日的时候都是着重这个的点灯节、光明节啦，这个无依人都在神的面前是两个盏灯台。为什么会讲这些东西？因为这两个无依人根本他的方向是哪个点燃的？你那是自把自为的，不是的，是神去点燃他的方向的。这个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间唯一的一间教会，不是我们任何一间都可以，或者任何一个宗教都可以，或者任何一个宗派都可以，或者任何一个理念都可以。不是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个个都是无知的，这个世界个个都是迷失的样子的。唯有神去点燃的教会呢，如果教会肯信服的话呢，那他们会继续使到神的家呢这把火不熄灭。但是如果他们是离弃神，好像以利这样呢，就会怎样啊？神的灯台的灯就会熄灭了。你知不知道啊？所以变成你会看到旧约的时候，士师时期的时候，以利就是因为这样呢而被杀啦，他直接被神审判啦，可以说全家绝后啦。他当时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十节，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，就不能完全。每天安躺在爱中，唱出赞美显敬重，悠然掀起赞美的风，将爱歌唱满世间，若音韵轻飘送，细数主口音以及栽种，无忘心只初衷，心中不惊动，红红光辉缓缓驱送，情燃烧我心中，是否为神作工，献上这爱歌，敬拜的赤心已红红。